准备坐电车去那里，估计坐电车的话应该是25分钟左右。它在一个那个郊区，所以还是有一点点远。今天的天气，还行，挺冷的，但是没下雨就好。现在电车上都没人，不是电车，大部分那个公交车上都没人。已经到了这个乒乓球比赛的地方了。现在来的人还不是特别多，但是上面有个人已经在里面开始那个训练了。现在那个我在上中文课之前，现在这个餐厅应该过去这个餐厅是针对学生而制的吧，因为都比较便宜，然后在这儿吃一个饭先。吃一个什么饭？你点什么东西？饺子。什么口味的饺子？那个菠菜馅，应该感觉还可以，挺便宜。你怎么不问我点的什么？我点的是一个蘑菇汤，因为现在不是很饿。你的菜单里。我给你看一下菜单吧，就上面那个，你看都是250克的那个 ，Ruski 是啥馅儿 ？Ruski 是cheese。对，那个 cheese 饺子估计不好吃，然后它是那个八子，然后那个 Mason 是那个肉馅儿，猪肉馅儿的饺子，还有那个菠菜馅儿的也是饺子，我点的就是这个 China King， 就那个菠菜馅儿的，挺好吃。这个汤也是5字，这就是我的饺子送来的，它的汤，这就是那个高粥。
You can write it, and if you have any like problems, you can maybe write an email to me. Napiszecie, rozumiecie, co pani mówi? Tam jest pani imię chińskie i angielskie i tam jest e-mail, także i tele, i, tak? Dwa e-maile chyba. Tak? Czy jeden? Dwa. Zapiszcie i jeśli potrzebujecie kontakt, a nie możecie ze mną, to...